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裤子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恶作剧坑过？今天介绍的mod就添加了很多个陷阱，对 NPC 也有效，对于手比较闲的人，看到个啥都想上去挑逗一下。那这些陷阱可以说分分钟教他做人。首先来看看这个玩意儿，一个箱子。但既然是mod中自带的箱子，肯定暗藏玄机。我去，算出来个啥？应该是雕鹰骷髅。至少这个陷阱看上去还算比较善意，顶多算是个恶作剧，不会把人给坑没了。哎，这咋被困到小黑屋里了？墙是在移动吗？直接被夹死了，这玩意儿也太暴力了吧！从外边看是个石头小屋，这中间摆了个箱子，这陷阱看上去真行喽。稍微有点反侦查能力的人都会看出来这是个陷阱。进去点击下箱子，原来这些前影背才是罪魁祸首。这两边的石头墙一旦开始夹，就只能接受被夹爆的命运了。开创造也没法敲碎墙壁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再来看看第三个陷阱，哎，咋刚放地上就不见了？这咋回事？是被传送到迷宫里了吗？迷宫陷阱可还行，有点意思。咋还有人打我？我去，屁股被袭击了，这是要冲得够快才能活着逃出去吗？真是恐怖如斯，在这迷宫陷阱里背后真是一阵发凉，咋觉得我一直在原地绕圈？救命啊，敲玻璃都逃不出去，还剩一丝血呢，再被摸几下就完了。这是到终点了吗？整个迷宫直接炸了，真是命大。如果在服务器里被人用这种坑了，那真得好好问候一下他了。这苦力帕咋直接原地消失了？莫非这个陷阱能随机传送目标？走上去看看。直接被传送到数百米的高空，不过好在底下有水，一点都不慌，甚至还能好好欣赏一波风景。我死在了小白手里了。我去，这陷阱看上去也太暴力了吧，这么多的刺被扎到直接就凋零了。围上一圈陷阱，那不会跳的僵尸不就进不来了？虽然说被僵尸包围，但这次根本无所畏惧。这是咋做到无视陷阱的？捕兽夹也算是经典的陷阱了，顾名思义能夹踩上去的怪。再摸你看看能不能夹住末影龙。这末影龙动不了了，这时候只要有一把弓，分分钟射爆。踩到自己放的陷阱了，再次下去已经不见末影龙的踪影了，这是被夹爆了吧？好的，那么今天的mod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